大力，我觉得你有点帅，现在我觉得我应该要播放你的一首歌，叫70%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外套特别的好看，让我觉得特别捣蛋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押韵。我们现在玩的是不能押韵的。对，我们现在玩的是不能押韵 freestyle。开始。想我的发型特别好。嗯。继续。很帅。对。还有。手套很黑。手套很黑，这样我们就是来凑这个韵脚。我们坐上了这个沙发，让我感觉特别的chill。坐上了沙发，特别chill，我们想要睡觉。哎，有点快要压到哦。不，当然不会，因为我下一句就是说的你的眼镜，你的眼镜的东西叫做黄色。但是我给你说，现在我们在等着下一个进来的人，他是。谁？我不知道，你以为我要把他压准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他就说的不可能，我要随意变换，反正压到就要扣分。你知道，现在我们该干脆开瓶乐宝，再来个优酸乳。你知道，我特别喜欢吃新疆的烤包子。哎呀，我们刚刚想吃你那烤包子。进去之后出来一直在找你，想吃你的烤包子。我已经吃了两个了，还有两个在他那。好吃吗？但是烤包子现在有点冷，就没有了它原先的滋味。我们喝着优酸乳，那你就可以去加热，放进微波炉。算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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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万能的。对，那你一定算了吧，哥们儿，你知道算了吧。